哦，这个太直接了，真的是就这一拳就一锤定音啊！我们看一下，哦，贾伟强是有个起腿的动作，手有点松了。嗯，对，还是没判断好距离。对，还是没，因为他想起腿的时候，或者是提膝，或者是想把腿撑出去，对，但是手。 肯定 KO 了，哇！这个太残酷了，美女，都来自于不同的这个赛事的选手，而且是飞膝，啊，好，杨建平直接进入竞技决赛，小断头，断头，有血，有血，看能不能翻过去，如果说着。 杨建平，来看到这人最后的一个飞机断头台，打平了啊！哦，张春很聪明啊，刚刚在全套又是一个连续的低扫加高扫，哦，这一下。 很准，这个动作我们同时看着双方一起同时起跳，哦，一个横肘，我感觉漂亮漂亮。克莱斯顿这个动作是要做这个篮球的上篮的这个，对，动作结果被张俊一个横肘砸了下去。克莱斯顿是想顶膝，看一下，哇，真的是砸到了，张俊这个动作也是有准备的，膝夹肘跳膝夹横肘。 哎，被他压向做抱摔，哦，这边这儿倒立，这边这儿，哎，啊，张雨轩防摔不错，做了个前进，断头台有没有？哦，哎呦，这个应该有了，这个力量，哎，有了，哎呦，直跳，哇，哎呦，张雨轩这个力量啊，哦，力量非常大，我们看看啊，张雨轩在做这个防摔，防摔的时候。 你看，手拳进去，哎，手控制的非常快。好，右手现在进去啊，左手继续搭扣，然后现在跪姿，好转换，好，现在双手在搭扣，你看，这儿慢慢抬手搭扣，抬得很松弛。好，现在开始起身，挺腰，然后站立。还有啊，你看这时候是折进了，已经起到折进的这种功能了，有效果了。 哎，哎呦，这个，哎，结束了。这个应该是在第一次读秒之后啊，我们很多观众如果是前期看比赛比较多的话，应该能预料到这种结果啊。有了前两次读秒，其实这个现在这个结果，应该我们自己来说，应该是必然的。对对对。 非常的重，拳击手的风格。哦，这个时候，哎呀，哎呦，这是 KO 了，直接 KO， 最后的10秒钟，直接 KO。啊，这个非常重，太重了。吸尔基的，最后的一刻，破釜沉舟，拿下了胜利。China， 谢谢。
斯坦，断头台。张梅轩在哈萨斯坦自己的客场。